是王世坚本人啊，不是他弟弟。一开口先调侃自己王世坚剪发后首度现身市议会，连坐在一旁的国民党议员都关心王世坚怎么了。其实绿营悍将阿坚恰奇剪了头发，怎么变了个人？从那鬼娃变成小瓜蛋，也不晓得。柯市长很难得一次跟我有同样的看法了。本来只是打赌，脸书影片破百万就剪头发，王世坚自认了不起负责，但被剪那一刻，心里还是有千万个不愿意。对我来讲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中学时候那时候发禁太严了啦，那时候训导主任啊、教官，我曾经被他们剃过跑道嘛，所以那个伤痕哦，深深印在我的身上。说出心中的秘密，瓜呆版的王世坚也承认，比起恰奇版有点不给力。不敢出门啊，我要不是在议会，就是在家里啊，那每天就是培养出门的勇气。头发什么时候长回来？王世坚也在努力。瓜呆阿坚肯定要在台北市议会再出现一段时间。记者杨乔从台北采访报道。